那最后呢，哈，我想顺便把这个 lending 这个部分完成好了。lending 部分其实也很简单，上面都一模一样，差别就是说最下面里面哈，要怎么样呢？要开启这个文字档0103的这个文字档。这个文字档里面呢，总共哈，它要我们，我想这个上面都一样，在我们来看这个第16页好了哈，第16页的。第二、第五行，第五行这个地方呢，哦，把这个开起来，记得选那个繁体中文的这个。这边总共有13个按钮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把这13个这个教学方法做成按钮。那我们要怎么做成按钮呢？哈，根据他这边里面的要求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第一个是基本乐理，对不对？把它剪下来，一样剪下来好了。然后在 Guitar Learning 这里哈，插入。这边有个叫互动式按钮，接下来的话呢，直接把文字把它贴上，右键贴上也可以，哦，贴上，贴上以后的话呢，哦，我们就完成了，哦，这个部分。那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把字稍微放大，它没有说多大多小了，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宽度可以把它改成200好了，然后字的话改成12好了，类似像这样按确定，一个就好。那接下来哈，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呢？把这个按钮复制之后的话哈，在下面按 Enter 贴上几个呢？总共13个按钮，所以哦，我们要贴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哎，那字怎么上去？其实很简单哦，你就直接把这个地方常用之吉他技巧有没有哈，剪下来。在这个地方点两下，就可以修改了，贴上就好了。那一样的方式有没有？就把这个地方 Ctrl X 然后其实比较快一点，点两下 Ctrl V 贴上。我都是用那个快速键，会比那个你 Ctrl X，然后再来就是 Ctrl V 贴上。好，同样的方式，反正就是把这些东西完成之后的话，这一题呢就解决了哈。那他也没有说要自终，好像也没有说要自终啊。不过一般看起来是这个比较好看一点，是把它自终一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完成就把它存档。存档之后他会问你说这些图要放哪里哈，特别注意就是变更资料夹放 images，因为图档都是放 images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先把这一题先完成了。那还有就是下一次上课呢？我们就是教那个两个图档嘛，一个是社团介绍，一个是那个合成的照片哦。